顶。我代表观众感谢您给我们带来快乐，来。行，我代表全场谢谢你。兄弟，留个电话，以后联系联系，好。我们公司有规定，电话不能乱给。我明白了，我明白了。嗯，兄弟，真的。哎呀，哥给你留个名片。啊，好，谢谢。铁西这片，提我，大呲花。好使，大呲花。你倒腾烟火的哥？啊，不是不是，好喝点酒。喝酒跟呲花有什么关系？老对瓶吹嘛，一吹多了。啊，这个呲花呀！但是你提我好使，提我好使啊！好好，就真是缘分。电话，别忘了。哎，啊，哎呀，喝酒呢，跟我兄弟小沈阳。为什么呢？就他啊。你不信呢？来，你说两句。就你看，哎哥，我是你看他是不是他不？你等你兄弟结婚了，我让他给你找个面，绝对好使。哥们儿，我跟你说，纯哥们儿，我纯哥们儿啊，真是哥们儿啊。最近我又接了个大活，两个亿的活。不是你欠我那200块钱，你什么时候给呀？就等你的200块钱起工了，动工了怎么样？啊，喂，喂。喂喂，你看这信号怎么回事呢？这信号，喂喂喂，怎么喂？我说兄弟，铁西大呲花，哎呀，指定好使啊！有事找我啊。老公，啥玩意儿？老公，到我这边去。他这儿吃什么饭呢？哎呀，德胜他家特色可好吃了。啥吃的？这满了八台的地方，哎呀。哎呀，你都不知道，你没吃过，人家鸡架可好吃，从来都不上这地儿吃饭。哎呀，太能吹了，大吃花。妈呀，干啥一扔一炸的？哎，咋的了这是？老哥，谁呀？那块坐的是宋小宝。哎，宋小宝，宋小宝啊！哎呀，哎，你好，你是宋小宝老师吧？对，我是老师。哎呀，我特别喜欢你，我打扰你了。没事没事，你跟我照张相呗。行，没问题没问题。谢谢你啊。哎，好，老公，快来呀，快来快来，老公，快点。干啥？快点，我照张相。哎，好，谢谢你了啊。客气客气客气。来。哎呀，你照的是啥呀？那么近能照着？我照的不好，你自个儿照吧。自个儿照就自个儿照，不好意思啊，麻烦你了，宝哥啊，咱俩自己站，来，一、二、啊，宝哥，你笑的不太自然，你，我知道了，你是不是觉得他我老公在这儿你不好意思啊？没有事儿，他可大度了，他也喜欢你，那咱俩还这边站，来来，站到这边，来，宝哥，哎呀，你离我近点吧，你，一、二、三。宝哥，你谁呀？大吃货，不是。那什么，他是宋小宝，我跟你说了吗，老公？哎呀，宋小宝啊，嘿、哎，大腕儿啊，不是他们大腕儿。不，你这大腕儿怎么上这吃饭了呢？你这点这玩意儿啊？不是，来，服务员来，服务员，等等我呢啊！哎，我发微博了啊，先让你点点什么，说。最贵的，最好吃的，鲍鱼、龙虾全上。哥呀，不用，这样，这已经够我吃了，点多了浪费。不是，咱们燕儿喜欢你，我也得好好喜欢喜欢你，对不对？点吧，不是，没事，再点吧。我老公有钱，无所谓，请你啊。不点，哥，真不点，点，点。那实在要点的话，点个鸡架吧。哎呀妈，这么大块就点一个鸡架啊？够吃了。10个鸡架，2箱啤酒，七块，来，这不是，老公，不是，我不能喝酒，哥，啥玩意儿？骗谁呢？这么大腕在这儿混，不会喝酒啊？啊？但是这桌上酒谁喝的？你不会喝酒啊？大四花，不是怎么的？瞧不起我谁说话呀？来，不是。我敬你，
我干的。谁？来吧，来，哥，说啥？不行，我不怎么能喝酒。我代表观众，感谢您给我们带来快乐。来，行，我代表全场谢谢你。兄弟，留个电话，以后联系联系，好吧？我们公司有规定，电话不能乱给。我明白了，我明白了。嗯，兄弟，真的。哎呀，哥给你留个名片。啊，好，谢谢。铁西这片，提我，大呲花。不是，大呲花，你倒腾烟火的哥？啊，不是不是，好喝点酒，喝点。喝酒跟呲花有什么关系啊？老对瓶吹嘛，一吹多了。哦，这个呲花呀！但是你提我好使，提我好使啊！好好，就真是缘分。电话，别忘了。哎，啊，哎呀，喝酒呢，跟我兄弟小沈阳。为什么呢？就他啊。你不信呐？来，你说两句，就你。哎，哥，我是你看了，是他不？是他不？你等你兄弟结婚了，我让他给你找个面，绝对好使。哥们儿，我跟你说，纯哥们儿，我纯哥们儿啊，真是哥们儿啊。最近我又接了个大活，2亿的活，2亿。不是你欠我那200块钱，你什么时候给呀？就等你的200块钱起工了，动不动怎么样？啊，喂，喂。喂喂，你说这信号怎么事呢？这信号，喂喂喂，怎么喂？我说兄弟，铁西大呲花，哎呀，指定好使啊！有事找我。老公，啥玩意儿？老公，到我这边去。上这儿吃什么饭呢？哎呀，德胜他家特色可好吃了。啥吃的？满了八胎的地方，哎呀。哎呀，你都不知道你没吃过，人家鸡架可好吃，从来都不上这地儿吃饭。我跟你讲，太能吃了，大吃花。妈呀，这啥一扔一炸的？哎，咋的了这是？老哥，谁呀？那个坐的是宋小宝。哎，宋小宝，宋小宝啊！哎，你好，你是宋小宝老师吧？对，我是老师。哎呀，我特别喜欢你，我打扰你了。没事没事，你跟我照张相呗。行，没问题没问题。谢谢你啊。哎，好，老公，快来呀，快来快来，老公，快点。干啥？快点，我照张相。哎，好，谢谢你了啊。客气。来。哎呀，你照的是啥呀？那么近能照着？我照的不好，你自个儿照吧。自个儿照就自个儿照，不好意思啊，麻烦你了，宝哥啊，咱俩自己站，来，一，二，宝哥，你笑的不太自然，你，我知道了，你是不是觉得他我老公在这你不好意思啊？没有事儿，他可大度了，他也喜欢你，那咱俩这边站，来来，咱俩这边，来，宝哥，哎呀，你离我近点吧，你，一二三。宝哥，你谁呀？大师傅啊？不是。那什么，他是宋小宝，我不跟你说了吗，老公？哎呀，宋小宝啊！嘿、哎，大腕儿啊！不是他们大腕儿，不，你这大腕儿怎么上这吃饭来呢？你这点这玩意儿啊？不是，来，服务员来，服务员，帮忙活的啊！哎，我发微博了啊！先让你点点什么，说。最贵的，最好吃的，鲍鱼、龙虾全上。哥呀，不用，这样，这已经够我吃了，点多浪费。不是，咱们燕儿喜欢你，我也得好好喜欢喜欢你，对不对？点吧，不是，没事，他点吧，我老公有钱，无所谓，请你啊。不点，真不点，点。那实在要点的话，点个鸡架吧。哎呀妈，这么大块就点一个鸡架啊？够吃了。10个鸡架，2箱啤酒，齐开，来，不是，老公，不是，我不能喝酒，哥，啥玩意儿？
骗谁呢？这么大腕在外边混不会喝酒啊？啊？但是这桌酒谁喝的？你不会喝酒啊？大四花，不怎么的？瞧不起我谁说话呀？来，不是，我敬你，我干了，水。谢谢，